针对接下来的父亲节以及七夕情人节的部分呢，乐园这边推出了只要爸爸跟女儿同行，带着身份证来到我们乐园呢，就可以免费来入园。那另外呢，参加我们的活动有最多女儿的爸爸呢，我们可以同时享有饭店的晚餐免费的 buffet 吃到饱。那另外我们也同步推出了水陆午后联票499元，一个人只要不动500块就可以享有双元畅玩一整天。